嗨，我是 Randy， 今天开箱好冰色铅笔，然后感谢粉丝提供，然后这次的颜色呢是肥羊的糖果，然后好的冰的颜色呢画起来质地很显色，我们来画色票。然后画作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好看，我们画在其他纸上的效果颜色真的很喜欢。我们来画这阵子最热门的短尾袋鼠，然后事先完成构图，那我们用它来上色。然后想要这样图档呢，请加入我官方 LINE 哦，到时候会统一送链接给你哦。那一定要加入官方 LINE 才会知道新影片上市。那我们来上色，然后这次呢用短笔触来画，依照动物的纹理由上到下来画。然后颜色呢，我想用奶茶色来打底，然后之后再加上其他颜色来画个变色板。嘴巴的部分呢，我想要画沾到口酱的样子，然后可以用画圆或者是短笔触都可以。蛋糕呢，想要渐层来呈现。那不得不说，这颜色真的很满意。这次的作品你们喜欢吗？有想看什么材料的开箱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如果想看更多用图画触动每个内心深处的感动，请订阅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当个温暖的人。我们下次见。